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，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？听我一言，这黑熊外强中干，靠不住的，你还是趁早离了此处才好。起死复生，金银财宝，都是唬人的，那些个小妖都被骗了。黑风怪好弄把戏，嘴上修真养性。 肚里贪婪其心，我所求之事，不敢托付。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但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刻心急如焚，需即刻启程，就此别过。 虽不知阁下为何来此，但定要多加小心。我此刻心急如焚，需即刻启程。 又来一个送死的。 放下兵器，饶你不死！
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哎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权返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荡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既成天命，自是无法回头。你我无非都是这茫茫天地间的蓬草，能往何处去呢？盛景一宿，以彼存之。你已在路上，又如何能停下脚步？只管任性向前，你我还会再见。盛景一宿，以彼存之。你已在路上，又如何能给？
僧法明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，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 Thank you.
人间多少欢场，结局不都一样？
朕想起来了，当年怂恿金池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，正是他俩。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小神有种不好的预感，钟响之后，后山传来的怨气似乎更重了一些。算了算了，你想那么多做甚？
现在山里大大小小的妖精都知道你闯进来了，干脆一鼓作气把他们收拾干净吧。